吃甜的。没有说哪一个不能吃，哦、然后海产类的没有说不能吃，哦、只要维持啦，吼、哦，有人安尼搞啊，然后我感觉做一大事，啊，做一大事袂使生气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有但是呢，你前两三天还阁无消防消气的时阵，你第一期间会使冰敷，过了麻烦你嘛是叫医生看一下，好无？是不是因为疫苗，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，吼、哦？有人会安尼，啊，有人做超过两三天了，那开始身上有长一些疹子，吼、哦，还是要给医生看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没有说一定要说，我、哦、打疫苗吼，我就吞顿着嘞，吼、哦，坚强的撑下去，吼、哦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